昼共恐惧流言日，王莽迁供下事实，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上期节目咱们说到糊涂兄弟潘氏害死赵弘，翻脸相对，李全被困青州。楚州这边空前的疯狂，李前的家小啊，亲信呢没办法押赴摆平了，因为这边的人呢都反了。李全的弟弟李福、儿子李通以及李全的妾等人呢都死在暴乱里边，只有咱们讲到的那位传奇女性杨妙珍，哎，乱中突围渡过淮河逃了生。南宋朝廷当然对这件事是乐见其成，对吧？非常高兴，还真没想到啊，只要断了粮饷就有这种结果。他们立即命令官军进驻，重新呢把楚州及周边这个淮北疆域呢这一部分地区呢就都掌握起来了。这些消息传到了已经投降蒙古的这个李全那里呢，李全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南宋主导了这一切，是南宋官方以断粮饷为手段分化了义军，再以官军进剿收拾残局。你手段好啊，搞得李全家破人亡，败军失地，再没什么好犹豫的。李全那边是怒火攻心呢，断指立誓以取信于蒙古，准备要回楚州报仇。李全杀回来了，南宋官方呢却在他面前摆下了两条路。第一，派当时的主战派赵范、赵奎两兄弟分别截至镇江、楚州两路兵马严阵以待。第二，授予李全彰化、保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京东镇抚使兼京东诸义诸这个忠义诸军都统制之职，可以说是高官厚禄啊，无以复加。而李全的回应呢是一阵冷笑，你南宋朝廷，你史弥远真把我当小孩了啊！哭两声你就塞个果子塞个糖过来，开玩笑，我这回我不闹你个天翻地覆，我还则罢了，是不是？进兵打。李全终于走上了南宋兵戈相向之路。作为一个有着14年左右工作经验、成就极高的职业造反者，李全一旦要是行动起来，每一步都会非常的凶险而且有效。他一方面带着蒙古的两个宣差来恐吓南宋啊，要挟南宋提供大笔的物资军械以换取边境的安全，另一方面呢招兵买马，制造战船，训练水军，积极准备进攻江南。在准备期间也没闲着，派了一叫沐春的亲信带人潜入了临安城，在南宋首都放了一把大火，把一座大型军械库给烧成了白底。这个行为让南宋啊朝野是心惊肉跳，很多人真怕了，觉得这个李全呐，那是中世代的跨国恐怖分子，了不得了，没法根除，那怎么办？南宋习惯性的嘛，那就服了吧，是不是？要什么咱们给他什么，让他安生点儿，别打了。可还有一些人呢，比如副宰相郑清之、枢密院使袁绍啊，当然不是那个袁绍是吧？决定加大出兵力度，给赵氏兄弟真正的前线决断权，彻底的消灭李全。赵范、赵奎兄弟的父亲呢是赵方，赵方呢是孟拱的父亲孟宗正的老上级，这两家人呢是南宋后期的军界主流，而赵家呢还要比孟家发展的早一些。赵氏兄弟出身将门，李全当了多年的匪首，对战争啊他们是都不陌生的，尤其非常清楚在淮北作战，楚州就是一个核心地段。可是战争的目标如果是渡江的话，争的呢却不是楚州，是哪儿呢？是扬州。所以他迅速的起兵，可是却被部下误导了，先去攻打了通州、泰州，之后才奔向扬州。这个时候赵氏兄弟呢已经进驻扬州了，而长江之南传来的最新政讯是什么呢？就是史弥远再一次对李全微笑，承诺他
只要退回楚州去，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15000人的粮饷。李全这边是哭笑不得呀，嗤之以鼻呀，我都跟你他妈刺刀见红了，你还跟我来这假招子啊，干什么呀？你这不无耻的可笑吗？这不是啊，跟我这扯那个李根龙，打吧你就，还这什么什么又给我这整这些个，对不对？扬州之战就此爆发。而李全的兵力啊，远在二赵之上，他重兵围城，再以数十万民夫修碉建堡，断绝外援，想以此活活困死扬州全城的人，这在当时呢是无解的。以二赵之力，没有办法自行解围。想南宋渡江支援，你别说军力能不能达到了，即便说支援，那也得提防蒙古军、金军突然出现，没办法。李全在南宋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的岁末围困扬州城。这个扬州啊，是个神奇的城市，虽然地处传统印象里柔美的南方，可是在历史上却以罕见的铁血面目存在的。这座城市几乎从不屈服，在历史的长河里，它屡经战乱，屡遭屠戮，可是随即会以更加强悍的姿态重新站起来。可以这么说，扬州从来没被谁征服过。李全围住了扬州，时不时的在城边的小山上开开音乐酒会，哎呀，非常愉快，非常潇洒，非常享受每一天。实际上呢，这是假象，他闹着心呢。你看，城又攻不进去，对吧？粮呢，渐渐的又不够吃了，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没有军粮，一切都是白搭。你跟底下当兵的跟你浪个没饭吃，谁跟你当兵啊？谁跟你打仗啊？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他就粮不够，还得渐渐提防着呀。什么二赵突然之间要从城里冲出来，这怎么办？每每这个时候都会让他的军队流很多的血，那长此以往怎么了局啊？这个了不了了。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李全在城外高地上迎着深冬的寒风，貌似轻松惬意的喝酒，突然发现耶，这个扬州城门打开了，而且一支几千人的小部队冲了出来，看旗号都是曾经的手下败将，他立刻兴奋起来了，生怕对方又缩回去。你不是几千人出来了吗？好嘞，想都没想，带着身边几百人就冲过去了。是反常即为妖，急昏了头的李全没意识到这是个坑，他被这几千人挡住，没有去路了，后边又归官军呢给堵住了，只来得及往北方逃。而北方呢是什么？是新塘。时值深冬，新塘决水之后，地面变成了泥潭，表面上因为战争飞扬啊，战尘飞扬，看上去像块硬地，但实际上呢，这个泥潭已经深有数尺了。李全是连人带马陷江进去，后边南宋追兵赶到，李全连忙高喊：“不要杀我，我是头目！”转眼间几十杆长枪戳来，把他给活活的刺死了。李全这么一死，二赵率军乘胜追杀，很快就收复了盐城、涟水、淮安、盱眙等城，把义军的残部呢赶过了淮河。至此呢，南宋终于啊战胜了义军啊，这个战胜咱们打引号啊，结束了14年的动乱，维护了正统地位，彰显了国家威力，真是了不起啊！这在当时是杰出的成绩啊，作为年度重点事项写进了南宋的政府报告里边，不管是军界还是政界，都为之啊欢呼喝彩，歌功颂德，了不得，大事儿啊，有钱。在一片欢腾中呢，没有谁去翻阅陈年账本，回忆李全是怎么着180度大变身，从忠诚到叛变，走到与南宋不死不休的地步的。反而关于那段岁月呀，官方在讨论，史书在懊悔，说南宋是多么需要一道拦在宋蒙之间的坚实可靠的屏障啊，为了屏障都恨不得把记忆抹杀了，和不共戴天的世仇巾帼联合了，其实有必要吗？需要那么调动情绪忍辱负重的接种女真人吗？眼放着近百万和硕义军不用，同种族共血脉的强大战力不用，却试图去抚摸沾满了同胞鲜血的仇人的手，这是什么思路啊？这是什么脑子？
你要说没有这百万这个义军，那还则罢了，问题是有啊，对不对？十四年间血肉横飞，在临近灭亡，清晰地闻到了更北方蛮族的血腥杀戮之前，还动用一切手段砍杀本来真心归顺自己的人，这什么脑子？不过呀，南宋朝廷当时是不会这么反思的，他们认定李全乃至所有义军都是毒瘤，用了十四年的光阴，耗损了巨大的国力，才终于把这毒瘤切了，大幸事，大快事。至于金国嘛，尤其是蒙古人嘛，哎呀，遥远的传说。就在剿灭李全后的几年里，蒙古内部大动荡，东亚西北大动荡，乱成了一锅粥。哎呀，此乃逍遥自在，享乐无极之日也。那么这个动荡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得把这个历史的指针呢、往回拨这么几个刻度，去跟踪黄河以北的各种变动。咱们还是先得从西夏说起。这个由怪异的种族组建的怪异的国家，总是会出各式各样的幺蛾子。这一次那位状元皇帝夏神宗啊，终于把自己给玩死了。怎么玩死了的呢？这个人趁着蒙古西征，先是要联金抗蒙，被拒绝之后又连宋伐金，没等有成果，蒙古中原之主木华黎突然率军西征攻打西夏，大兵压境，夏神宗啊一下子就萎了，他第一时间低头啊，是永远臣服于蒙古啊，我不打，我永远臣服于蒙古，蒙古就是我爹，哎，马上就帮忙出兵，我要去打女真人啊。如此的出尔反尔，他儿子西夏太子李德仁呢都看不下去了，对他说，这金国的兵力还是有的，不如与其约和共守国土。状元皇帝跟被踩了尾巴是跳将起来，指着儿子鼻子大骂，你懂什么，你懂个屁啊。直到这时候状元皇帝才吐露了心声，他是有才的呀，想到了很多很多的往事啊。西夏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可以说是开国之君李元昊，但是另一个人的成就也很高啊，谁呀？夏冲宗啊。这个皇帝在金灭辽时迅速看准形势，依附金国，在金灭辽金灭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火中取栗，让西夏不仅仅是平安的度过，还得到了大片的土地。此时与那时何其的相似，夏神宗摇摆不定，不外乎就是想趁着蒙古灭金，同样啊发一次夹缝财，难道不可以吗？啊，金辽是世仇，那金蒙也是世仇啊，只要我运作得当，西夏完全可以复制上一次的幸运，只要运作得当。所以他就不停的运作，他唯一的错处呢是不了解成吉思汗倍儿至金铁木真，他以为这个人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但是铁木真和阿骨打不是一回事，反正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啊。在中国就有一个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这个铁木真呐、阿骨打呀，或者铁木真呐、努尔哈赤啊，把他们的摆在一块都是啊，他们是一个等级的，这个事儿是不对的。阿骨打也好，努尔哈赤也罢，都只是参与了中国历史，与周边其他国家没有交集，而铁木真完全不一样，他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他是世界历史的重要一分子啊。他的业绩，他的目光远远高于古代历史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个高度是不变的。就这么一个人，不会死抱着祖先那点仇恨不放，不会把金灭掉金国当成唯一的目标。事实上蒙古的首攻点是哪？是西夏，因为西夏处于蒙古发展的肋部，哎，在软肋的部位了，你不把它给灭了，总让蒙古军队不敢真正发力去攻击远方。所以从宏观角度上来看，不管谁怎么运作，西夏的灭亡呢是注定的。但是夏神宗呢眼界不行，他不了解这些，他在为西夏的生存尽一切的努力，谁反对他这一点，谁就会成为他的敌人，哪怕是太子也不行。这位太子在郁闷中表示，得了，那你这么说的话呢，那我就不干了，是吧？我愿意避位，我出家，我当和尚去。他爹呢也满足了他的愿望了，把他禁闭在灵州城里边，然后不顾国民的这个国破民弊啊，调集人马攻击金国，尽可能的讨蒙古人的欢心。
但是你话说回来，咱们刚才也说了，这西夏被灭是个注定的事情，所以你这些事儿呢也都是徒劳的。西征归来，史称成吉思汗灭国四十，你说他本人的气魄、见识、心性都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啊？再回望中原河套一带的局势依然混乱，但是成吉思汗内心是轻松的呀，因为所有的难题都能找得到答案呢。关于西夏，成吉思汗下令，夏神宗你退位吧。啊，状元皇帝虽然不情愿，也只能乖乖的去创造另一项记录，他成了西夏历史上唯一一位太上皇。西夏的新皇帝是他的次子李德旺，太上皇在三年之后死了。这李德旺啊是个现实的人，没有他老爹那么高的智商，根据形势呢，他派人去金国结盟，没等金国同意，这边就单方面急吼吼的以兄弟相称了。他急催的蒙古人也加速了进攻西夏了，和硕地区与西夏距离最近的蒙古军穆华利部就开始动手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穆华利亚这位传奇将军已经病死了，这位上天赐给铁木真的天才将领没能亲身灭亡金国，可他走过的人生之路是完美圆满的，从奴隶到将军，从将军到国王，征战一生堪称辉煌啊。他的战绩要超过当年金国初建时的常胜将领完颜娄氏，他的政绩更凌驾于战绩之上，天知道他怎么能以15000人的本部族的部队，在广阔复杂的异族区域内建立起稳固的不断扩张的新帝国的雏形。攻打西夏的部队啊，由穆华利的儿子贝鲁率领啊，蒙古军势如洪水，很快就攻克了西夏重镇银州，之后大家杀掠，留下蒙古守军，却没有进一步攻进西夏的腹地，那是留给成吉思汗的礼物。西征归来，成吉思汗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他曾经在回来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来了，就是在那场著名的声势空前浩大的围猎聚会上，这对一个蒙古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尤其是不应该发生在神勇天纵、举世无敌、永不衰老的成吉思汗身上了。可是他就发生了，发生了意味着什么呀？成吉思汗老了。回到蒙古本部，成吉思汗长时间的思索着一个问题，既然他不能永远生存，那么他应该怎么去世呢？难道要像蒙古老人那样穿着厚厚的衣服，坐在阳光下晒着太阳等着死亡降临吗？绝不，成吉思汗宁愿死在战场上。灭亡西夏，与其说是为了蒙古大业，更不如说是他一生征战的终点纪念。公元1226年，也就是蒙古结束西征花剌子模的次年春天，成吉思汗征讨西夏。那么成吉思汗这一次征讨西夏究竟能够取得什么样的业绩呢？西夏是否就此灭国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